好的，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我们另外一位陶给你们的偶娘哦，她为我们演唱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这是波马送老歌，我们呢就给老歌来演唱。那我这个陶给你是你不留他回来哦，他都有听来演唱，你不光唱歌真的是都赞哦，非常的赞。接下来呢要为我们演唱的另外一首好听的台语歌曲，可怜的乱归再回吧，这么是一首日本歌曲改编的哦，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呢可以听到很多很多好听的日本老歌，台语台语老歌，跟这会来入手，谢谢谢谢。台语老歌可怜的乱归再回吧，这个叫做《旧的恋歌》再回吧，谢谢。